到你们就是跑，你们来我们就跑，打就跑，不打就是不打，就是不打。啊，结果还占第二名，好感动啊、哦！然后打爆那个捡便宜的红队，可恶！我一般的个性是狂战士啊，但今天允月教我，他是说止损点哦，学会了。止损点，对对对，止损点很重要，很重要啊！为了胜利不洗手，当然都已经冠军，还要来射我们啊 ！biu biu， 刚好看到，刚好看到，他射到你还说好爽，对啊，然后还持续追，刚好看到。我就两发嘛，有有至少把那个杰克跟迪叔臭红色。那我们叠，我想说可以烧死你耶！我们叠高还放在 TNT， 就是不要过来，我们自己在这里，不准过来。原来，因为你们是第三，我想说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要打掉你们，我们就有机会啊！我们抢本季之后再打掉你们。那时候算分就是，哎、欸，你们抢到有机会，可是我们毕竟跟辉瑞同分，最大竞争队友是他们，然后想说你们走了应该没事，结果没想到你们绕回来打，就啊，可恶。可惜，我们原本很稳的，那个被抢走，有圣怪砖不？对，我们是圣怪砖，我们就差了，差了，我们升的超慢的，是靠一个一个来，我们慢慢赢。对，我们最后的，我们从一开始都是衰，一开始哦，那个原本想要蘑菇，然后跑过去发现就来不及了。你们应该是有人重生在那个蘑菇旁边吧？懒惰，对，我们直接在有三家在抢蘑菇，哎，对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看到过去就已经来不及了。然后第一个任务有要去那个地狱的那个嘛，猪人，猪人，所以那时候团团就准备前往地狱。然后第二个他也在地狱，第三个他也在地狱，对啊，然后都没有完成到地狱的任务，都没有完成啊，到尾都在玄武岩啊。然后呢，任务解完之后呢，一出来，好，飞鸿森林在我面前，第二个飞鸿森要找飞鸿森林的猪副兽，结果他最后才找到，可是来不及了。然后第三个任务，他在努力的回来，而且他连铁装都还没齐全，辛苦团团了。然后那时候我们看第三个任务，不管了，就拼那个骷髅的。唯一有一个好运气是，至少我们有找到那个引弓手可以帮忙回血。对，但是那个时候水有毒，然后 Lumi 就被毒到了，然后他就默默的一句话都不讲。对，他一句话都不讲，然后我们在上面地表努力的打那个窟窿，然后因为我被火烧到，我就是赶快放了水，然后我就被堵了。他说：“哦，对他刚刚也被堵了。”哇，我也被堵了，我也被堵了，怎么讲？谢谢你刚刚被堵不讲，让我也成功被堵到了。他已读不回了，对，他已读不回，已读不回。就我们虽然完成那两千分，但是就弄得很惨，资源也减少，然后露米也死，最后苦力怕是刚好你们那另外两队都解了另外两个，那我们苦力怕有在就弄了。然后最后我们的策略就是想说要打灰队，红色有看到，然后想说团团就说不要打哈基，他们应该不会想打，然后好好听信他的，谁知道你们就打了。我在找机会进场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哈基脱光光在附魔，我都搔首不打，想说我要听团团的话，放着不打不打。他脱，我看到他脱光光，屁股对着我在附魔，我都没有射。好啦，小哥你想说哈团。可恶！下次跟你一对，那个你想打谁就打谁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本来也没有要打，我就想说还是先打灰为主，毕竟同分。对啊，结果后来被打得太惨啊！可恶！就是百家奇功，就 out 了。而且最后那个啊，我们血量算错，原本想说拼笨鸡的最后，结果你们笨鸡打好快哦，最后。嗯。就原本半条血，好像半条之后打很快。嗯。我就没抢到。巧克力，你漏讲一个 ，Lumi 知道水是毒了之后，他还做了一件蠢事啊！对，然后他补吃了金苹果补血之后呢，我们要汇合，然后他有一个海，他就自己默默的搭着船过来，然后说：“哎、欸，搭船也会中毒哎、欸！”上船前都不会问，就自己搭船，相信着自己没问题。嗯，太可爱了，吐血。第四名 QQ， 第三名是红队。哎、欸，你们没有抢赢啊，因为有杀两个，爽。对，
对啊，就星星没有抢完。刚最后看的时候，二三四名的那个分数大概都只差那个六十八十。你们是第一个任务就已经找到神怪砖了？我们没有，我们是神怪砖一张纸稿。一只一只，然后去泡泡水。我想说你们那个城市好快，想说是不是又找生怪砖了？没有没有生怪砖，想说是杰克就一定有生怪砖，然后是那个就不要拼城市，不要拼了，就是另一队。所以你们没有啊？那你们最后怎么那个啊？没有弄到 boss？ 最后因为你们都招完了，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没汇合，那时候只有我跟迪叔，然后状况也都很不好， Hello? 就是大概剩半级而已，太慢了。我突然大好安静哦、喔。然后。最后有招啦，但是想说你们都打完了，然后我们又死两个，就说哦，不要再打了，继续掉分也不是很好，太可怕了。然後而且你们是死很多啊，我死很多，他死很多。嗯，我想说你们的任务都是打辉煌哎，高阶。辉煌，然后那只，因为我们那只差三只，然后看到怪只剩那个白天只剩那边有怪，然后 boss 好了，那我就想慢慢打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想说好，他快死了的时候，那个辉煌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加速，我就。啊！摸一下，我满血直接死，超痛，然后超级痛。刚刚那个我之后，我想说，我又有抗性嘛，要那个力量，就等那个时间差，想说，嗯，时间到，一抗性一到，去摸，我又死了，直接被打死。哦，我们第三个任务跟第四个任务都是原本要，第一个是原本要解那个燃烧的怪物，然后一个是苦力怕，然后最后都没有，就是解次要的了。嗯，对。我觉得我们队都很棒，都没有什么，就是很多特别八七的事情，特别八七都很棒，没有已读不回，你没有已读不回，哈哈哈哈哈。陆明真太可爱了。你们虽然抢了 BOSS， 但是也引起我们的愤怒。那时候你们原本还是第二名，对。那因为我们都第四，想说啊，至少打了几个，把你们打死两个，让灰队逆袭了。嗯不是最后 boss 的时候，就突然看到你们那个脚盾牌，然后有一好像一对突然狂神血，我都要笑死。对啊，我觉得很过分哎、欸，在打 boss 的时候脚盾牌，在打 boss 脚盾牌，主动拿盾牌。然后就我们打完 boss 说哦，好想回血哦，然后就完成那个盾牌任务。我们那时候也是，我们打那苦力牌也是有重爆，然后巨盾拿不行，全部都失败。来看看灰队，灰队的，嘿嘿。嘿嘿，我们是稳队啦，稳队。我们要按一下那个绿色的书，点右键，它就会公开任务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们很稳呢、欸，超烂，我们超烂的。但你们是不是都没什么死？没什么死掉吧，死三次吧。啊，你们好像是有在地狱，是不是？你没有去地狱嘛？对不对？我记得。对，欸、那地狱超烂的，都玄武岩。你进去那位置真的很惨、欸。你大家都死，你大概跑了几千格就有别的了。你要找，然后你要坚持下去，就像我就是在最后才看到。而且很气人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们先把钻石放箱子，然后进了地狱之后出来之后，发现来到黄队的地狱门，我们四颗钻石直接不见。哦，黄队我拿到的是你们的，因为我后来出来是跑到你们的地狱门，我就拿到了。那个是团团拿的，跟我无关。别钻石，钻石。他就出来，然后问我说：“巧克力可以偷东西吗？”我说：“可以啊。”他说：“偷了钻石。”我们也偷了你们的铁矿。你偷了铁矿，卢米，你还说只有垃圾铁，哪是垃圾？哪有多一件事情、啊？完了，完了！卢米说被偷东西，我说：“啊，你怎么被偷？”他说：“没事，都只有垃圾而已。”他就只是垃圾啊。铁矿很重要啊！铁不是垃圾。四颗钻石，我挖很爽。那个四颗钻石钻钻翻，关键你们也都没死的，还好。我们那个时候去地狱的时候，已经快到朱布林的地方，可是我们就是找不到朱布兽，然后我就很想打过去，可是云月说我们要止损，再打就死了，我们要安死了。然后我们又捡了一千分之后，我们就回去了。然后结果到后面，我发现哇，云月真的是。聪明官，有听了影月爸爸的话，止损拿了第二名，拿了第二名，对，而且你们有功不是吗？我们没有，我们见识不多，只有两根而已，啊，两根，就连了两件这样，对。
就那两件射了团团一件，第二件被你挡下来了。是他们整个文那时候我们在追击他们，他们就一直跑，然后我就想说好过去烧他，然后换件玉米砍我，燃烧的剑超痛，就发现其实我们打不赢，我们装更烂，我们没什么复活，我们只是很多剑死而已。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在射救，就哦先撤，不要打，稳稳的。可是其实我们的弓完好像没复活吧？那个团团的弓没复活，我的也叫强硬，因为我们青筋死不够，然后剑士才十几发。原来你们靠的是气势啊！对，被砍一刀就发现打不赢了，好痛好痛好烧！先走，装备不对的，要冲，士气高就好，士气高啊，士气高好，越级打怪，冠军呢？蓝队，小雨交给你了，好，怎么这么猛？哦，一开始天运红色蘑菇，你们在那里吗？我们就在蘑菇旁边。又一出生就在那个，其实他就在旁边一点点而已，就在黑箱墓里面。啊，你们第二个怎么改任务了？因为我们也是去地狱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意外，都是什么熔岩石来啊？他们都去，我们跟着去好了。进去啊，靠腰，躲在这里，全部都是玄武岩。对，没办法，换玄武岩好了啦，好了，不要死啊！然后马上我们一回去地狱之后。啊，玉米死了，然后就这样子。对，而且我们找到玄武岩还是一个意外，就是那个时候我副手先放着，原本还在讨论说到底要不要啊，然后反正一更新书，然后任务就完成了。那就哎，好，那结束了，我们回去继续弄装备了。其实那时候感觉你们这个止损是最棒的，有没有？因为我那时候协议是说啊，不然先鸭子就是一次再缴好了。对啊，然后说好，那我看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机会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，然后就看到了，缴完了。我们另外两队去地狱去那么久，最后也是1000分而已。对啊，不如早早止损，可恶。那个燃烧敌意哦，你们有升怪砖？是叫后面找到蜘蛛升怪砖，蜘蛛的升怪砖没有，是那个任务出现之后，我们原本要解燃烧的那個。对，你们是后来居上，你们瞬间赢红队。就是我们要解那两个啊，然后结果失败之后，我一转头，然后在那个峡谷边，我看到有那个鹅卵石，我就哎、欸，这里有神怪砖耶！哇！然后还是蜘蛛的，因为蜘蛛会直接生那个燃烧的蜘蛛。好帅，玩游戏呀！然后有重盾啊，还有最好像是他找到那个神怪砖之后，哎、欸，说走，我们去，然后 Bob 就说，哎、欸，有狐狸在不看你，因为那时候就是在解燃烧的嘛，跟那个什么骷髅弓箭手、那个不拿盾的那个骷髅。然后他说：“哎、欸，白信，那个苦力都在看你。”然后说：“好，我就回头，然后挥他一下，然后爆掉，然后爆爆就被炸死。”哦，这样这很棒，这很棒，这很棒。举棍就很吓他，然后再就是哈基死掉那个嘛，我就打字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我就 Enter 按下去之后，他的。十字中心，然后安德就刚好在那个十字中心看到我，安德直接过来。那你才一打字打完，然后马上被打死，我就想说，阿纪你害死他，早晚了，安德，计划通，超坏。然后最后我们是躲在那个啊，就是中心下面，然后本机就缓缓下，走开，你不要在我头上啊，走开啊，不要这边爆炸啊。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。然后那狗狗一直叫来说：“狗狗不要吵，等一下就被发现了，不要吵。”那时候你们一堆狗，我看到说蓝队觉得不行，太可怕了。哎、欸，谁最后那个结束的时候还偷打我啊？狗狗全部冲过去咬了。玉米啊！还敢偷打、啊？那狗也不晓得打我，为什么、欸？我那时候没打到你。我不知道穿上来之后他就换咬你了。那换咬你了。莫名其妙。好笑。哎、欸，我还要爆料一个，那个蜜蜂有够会迷路，烂透了。怎样？第三个任务原本想要解那个蜂巢，还是第二个，然后就那跟着一个胖胖蜜蜂，满屁股在那边花粉，然后一直回不了家。他直接撞树，然后不然就往上飞。我说你到底要不要回家？你家到底在哪？你直接撞树出来，搞不好你比较快、啊。最后就还是没了，烂透了。对呀、啊。就差那500分，就差那500分，臭蜜蜂，烂蜜蜂，那蜜蜂找不到路的啊，蜂找不到路，不要信蜜蜂了。对啊，以后看到蜜蜂，蜂找要先打，对。整个运气都算不错，嗯，对。好啦，我们恭喜蓝队破万分又冠军，耶！
BOBO 已经独得冠军了，加四分。哎呦，哇！二三名，灰队、红队没有破万，就各加两分跟一分。好好的，感谢大家参与，我下回再会。辛苦了，拜拜。Bye bye bye。 哎呀，好啦，今天这一场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真的是太惨了。其实以最后的分数反过来推，过程当中只要少死个一次，300分，那个蜜蜂有找到那个蜂箱，眼睛锐利一点，那个500分，对不对？都有机会的。所以其实胜负真的就只是在那一条命。所以其实我觉得以后要听信影月爸爸的话，止损点。凡事求稳，力求不死。如果不死，对不对？想要破万，想要夺得前三名，唾手可得啊！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啦，我们下回以后再接再厉，我们要逆袭回去，我们下回再会，大家拜拜。